家睇下呢度，系得啦，我影完你啦，全部都系鞋啊！呢边系运动用品，有滑雪嘅，有做瑜伽嘅，仲有啲 fitness 健身。呢啲系夜晚行好黑嘅时候咧，你戴住，咁就啲车会见到你啦。呢度嘅牛油果系平过出面好多，呢度一袋六个系3.59，呢度系自己不薯仔。他们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有。这里是啲 cheesecake， 但全部都好贵的。买这个可以即食的豆腐，可能捞饭吃啊，或者煮那些都 OK。 这里是专卖调味料，各式各样的调味。这些呢就一包包的粉，我可以拍你的味道。好像这些这样，一包包这样的。我就可以再去前面看。呢度都有啲比較，等陣先，到後行呢樣嘢，我唔係好掂。大樽啲嘢，咁食成細都得㗎啦。仲有更加尊貴嘅呢一盒，價值169蚊嘅。你呢個近鏡你先，不得了。係 chips， 得啦，全部都係 chips， 大大包。哇，比較近鏡你睇下，又可以味。跟住有啲洋葱味，有啲 BBQ 味，然后系都系盐嘅味道，仲有呢啲一条条嘅，一个个。Hi。Hi。我可以继续。系，咁咧我就会个人推荐咧，大家咧系，个人推荐啊，可以味薯片啊，咁就都比较平嘅，我估就应该系。系。一点系啦，15.9呢包15.9就，主要系健康嘅选择，推荐。好。噔噔噔，呢度可以自己夹一盒，你想几多够啦？跟住之后就去俾钱。同大家介绍下，呢个就系啲 cinnamon rolls 嗰啲咁样，超平啊！呢度一嚿系0.55，即系5蚊鸡港纸咋。人懶到嘅程度，係想象唔到，連壽司都可以冰鮮嘅。